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杨，他是小米，他是我老公，我们是央米加夫妻档。手里捧一杯热咖啡，让小杨和小米一起为大家回忆青春年代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1月3号，2011年，我们正好两个人都在一个小城市叫地荣，我是在那边第一年上大学，然后他是快毕业了，所以说，我比他要大很多啊，我们俩的年龄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年啊。轻，虽然我也不老，对吧？他那个时候一直这样，现在也是，说实话，一直没头。我那时候头发比现在还要长啊，他的那个时候染的头，而且他烫的卷卷的，他这样，是，也觉得自己很帅的那种。我也很，哎呀，一个19岁的一个小美女，他那个我时是候。25岁的一个小大帅哥，哎呀，他现在他人不变就行啊，是我们的爱情不变，对，而我看很奇怪哦，他为什么他跟外国人说话比较多，就是说话很亲切的，我感觉不错这个人啊。现在又到了小杨给大家教法语词汇时间了。今天的课杨老我们，师，今天的课是我们来学两个法语词汇。法语词汇，第一个 enchanté，enchanté 很高兴认识你。第二个 ça va，你还好吗？ça va，你还好吗？今天的课结束了，下次见。下次见，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杨米夫妻档，给我们点小红心哦，给我们评论。